各位朋友请就坐，这样的话呢也给后边的媒体一个拍照的机会。今天呢我们有超过300名，就是多伦多当地的，当然也有来自包括来自其他地方，甚至还有包括来自欧洲，包括 来自德国呀、来自香港啊，还有加拿大其他城市的朋友。今天呢是差不多有320位，今天能够跟达赖喇嘛尊者在这儿会面，我相信呢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缘，特别是有很多朋友，如果说按着中国的这个传统宗教这个佛教来说呢，大家肯定心里边也觉得这是一个一生当中难得的一个善缘，我相信各位都会觉得是已经受到了一种祝福。那么今天呢接下来就会是达赖喇嘛给我们做一个演讲，然后接受提问。在他之前呢我们请几位嘉宾，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我们热烈欢迎达赖喇嘛尊者再次访问加拿大。昨天有15000人出席了罗刹寺中心的讲座，渴望在这个纷乱充满挑战的时代能听到遗失希望的信息。你好。On behalf of Canadian Tibetan Association of Ontario,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felt greetings and thanks to the organizer. 谢谢。你好。First of all, Your Holiness, Venerable Lodi Gary.Special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an incredibly wonderful event. 慈悲与尊重，我想呢，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希望能够在生活当中享有体验的一种理念和生活方式。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呢，就叫做慈悲与尊重，华人社区与达赖喇嘛对话。那么接下来当然我们是就请我们今天的这个大主角来给我们做演讲，那接下来之后呢还会有提问，那么现在请达赖喇嘛尊者给我们大家做演讲。我就坐下来跟大家谈，今天比较累。啊，你看这节日照顾组，这突然苦口全部的，这样子没谁个称职业，韩国的队员，韩国队这样子中国大陆那样个的队员呢，这没谁个称职业，那你们就打过第四个票子了呀？我说漳州的用些是的，我那票个天气打过的票哪里有加薪嘛？的这些的个，大家耐心给，反正华人下乡呢，天气打过的加哪里有的差掉的？哎的，刚才蒙古差的个多啊，对呀，当然了。我提醒你的是，我的那么有个的，上单呀，我天生送的上单个呀的，但是当我的我没事的，没同就，他，蹲住了尿急，对那个没事吃的呀的，但是没吃的，第几种呢？没给我说说的呀，第几样不的？这那个金融怎么的地方了？第几时代的我们的人用的有的不起的我们通的多啊这哪怕的上天的不的啊我们搞的这一年做做第几个他说我的这个三分钟做的让个三分钟多啊
Sensor,